焦点视频粤语推背图的时间，在我身边有火龙真人在这里。大家好。今天真人，今集呢我们要讲这个话题呢相当之有趣。因为呢有很多一些的人士啦，他们的解说呢就是推背图的48象呢，有些就说已经是实现了这件事，有些呢就说排队都未轮到啦这样。OK。但是在你的见解呢都未輪到嘅，咁啊，我睇一啲嘅坊間嘅影片咧，好得意喎！佢哋話48象咧，原來不遠矣啫。咁咧就係會講咧，中國咧係會分裂嘅喎。咁啊，有啲講到似層層啦，又話成為嚇一啲咩聯邦制啊，係嘛咁樣。嗱，呢啲唔係我嘅見解嚟噶嚇，係只係我複述翻一啲坊間影片嘅講法啫。咁樣咁，所以今集我想請教真人你啦。究竟48象这个讲法是不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解在这里呢？我觉得呢就是国家分裂这个解释呢，就是有些人是刻意是唱衰中国的，可能是法轮功那些会员呢这样解的呢。其实这一象呢是一象很和諧的一象來的，是未來的一象，是習近平之後的一象。習近平之後的一象即是未來的東西啦。未來如果解得這麼詳細呢，我就是犯罪的了，洩露了天機的了。咁我說不制的話，因為我都即是被上面罰過的了，我不敢的了。但是呢我可以指出一點咧，就係佢哋嘅解釋係錯嘅。嗱，好似呢個金聖彈啊，呢個學者金聖彈嘅解釋咧，就係話一個朱姓同埋苗姓爭奪朝綱啊，咁啊最後咧就見到於南方啊。咁即係呢個翻天覆地嘅改變啦，即係唔係北京，係南方啊，南方啊，唔知係廣東定邊度啦嚇。咁哇，如果係咁樣都好大嘅一個改變喎，唔係噶，其實呢一仗講嘅嘢咧係一個好和諧嘅一個景象嚟嘅。我哋睇嗰個卦象咧係一個同人卦喎。同人卦是什么呢？同即是相同，和同啊，咁嘅意思嘅，同斗争啊、分裂啊、国家分裂啊，系其实啱啱相反嘅噃啊。咁啊，佢个解释就系同人于野，亨利涉大川。利君子精亨，即是这个亨字是怎么解的呢？大家有没有听过万事亨通？有听过亨，其实即是通达顺利的意思，顺顺利利，那怎会是打架呢？怎会是分裂呢？是不会的、所以他们是解错了。咁我哋睇下嗰個同人卦嗰個圖啊，我哋睇到咧嗰個圖咧嚇，係有三個人喺度飲酒作樂嘅，係好和諧嘅，邊係打打殺殺啦，邊係分裂啦，大家係好融洽嘅啊，這個、呢個咧。就是易学网描绘同人卦的景象，所以图是很重要的。哪有说打打杀杀呢？哪有说分裂呢？所以大家是误会了的，所以是一个很和谐的景象，是即是集以后的一个和谐的景象，不是分裂，大家不需要担心，将来是好环境的。但内容呢，不讲得住，到时呢当習大大選定了接班人的時候呢，
我就會到時詳細解釋入面係埋藏咗啲乜嘢嘅秘密啦，呢一仗嚇。咁但係我啊都嚇，即係代啲觀眾問一下啦。咁但係其實整體上呢個卦象係好定唔好嘅咧？梗係好啦。嗱，首先嚇、啊，你睇嗰個易學網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圖，三人飲酒作樂，即係已經知道和諧㗎啦。嗱、嗯，呢一仗先係八仗嘅仲啊。仲文啊，嗰個水火忌制，人民吉喎、哦，唉，好到不得了啦！你仲擔心乜嘢嘢啫？唔好擔心啊，好環境啊，習大大拜拜之後，好好環境啊。哦 ，OK， 咁啊，大家可以參詳一下啦。係啊，咁亦都係咧，就係、是、有一啲嘅坊間嘅誤解咧，咁我哋進行一啲察覺，咁啊，希望咧。下一次咧，我都睇下揾嚟一啲坊間嘅誤解咧，又俾阿真人講下啦。好 ，OK， 咁好、嗯，下次再請教火龍真人。好，拜拜。